工厂统计，目前落入失败区的选手共有三人未达十八分过关标准，他们还有机会继续留在舞台吗？仍未上场的四位选手都是打进冠军赛的佼佼者，看来会是两场硬仗。我问一下哈，三位女将有没有人举手说我来跟 Main 哥？有没有？我有想法。哦 ，Main 哥有想法，你想要？我要跟明香唱。好 ，OK 哈，第二名，第二名，第四名，第四名。好，那么康康请出列。徐永林是第五届的第四名，康真廷是第四届的第四名。然后两位今天选的歌其实都还蛮大的歌啊。徐永林选的是《戴佩妮的 iPhone 了》。哇，这个戴佩妮老板在这。哎，戴佩妮那个演唱要有一点神经质的，对不对？太疯了。对，这歌其实是非常神经质的。然后，主歌副歌的那个情绪，表达是非常难的。对，你很勇敢。你很勇敢，但康康呢？她也是一个有点神经系的女孩啊。她选的是辛晓琪的《领悟》。好了，好看了，爱疯了跟《领悟》两位那个歇斯底里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比较放，一个有一点内敛，可是到后来也是疯了。两位潇洒不的对抗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首先欢迎徐永林的《爱疯了》。歌口气独特的徐永林，虽然年轻，但歌唱技巧十分纯熟，是位不容小觑的对手。夜里的凄凉，受尽了折磨，日出不再来，世界变沙漠。嗓音甜美的康真廷，咬字细腻且擅长真假音转换，唱起歌来总是特别有韵味。与悲苦情歌对决的两位女将，谁最能唱出锥心刺骨的痛呢？我不要锁门，你回来是一种可能。我那么的认真，去思考你对我的认真，过程是多么伤害人，而结论始终是疑问。我爱疯了，我疯到自己痛也不晓得，放弃了弃了抵抗脆弱的天分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这伤口能不能愈合，选择了你也许是错的人，选择包容了你的不安分，我尊重我的选择。将以高难度歌曲迎战选美的康康，是否会有令人惊艳的表现呢？